两个人不知道玩什么东西，好笑。来台南，老公这次订了和一饭店，很久以前来土瓜湾，小时候探险国宝，还有飞天小女警跟这三只熊。饭店都不是为了小孩而设计。宇宙在我们来，这是大厅哦，这边就有印象了，有一点点印象。这三只在这里，我有卖这个哎，这只是很可爱的呢，酷哦，小孩子一定很爱，酷哎，飞天小女警，哇，真的好认真呢，这小孩根本看了就不会专心吃饭啊。来，去外面看，有车车过来了，一出来就是这个。好，像你看公主在这耶，这做的还真的蛮好的耶。还有这个，有，这一定要有啊，安小时候真的是很爱这。排队，好，如愿让他做到了。香香香，你要顺着这边。香香要转呢、啊。香，你要不要戴太阳眼镜？我们住十二楼，还蛮高的，很大呢。浴缸不错哎。还有牙刷，为什么只有一个？厕所干湿分离的，而且它的床是比较宽的，有全身镜，我就觉得很棒。真没有，都蛮高的。至少井很干净啊。好高哦！哦，我看到一个东西嘞，大富翁。这是做我的。我说你直接来来。迷你宝这里。这边有喝的可乐。好，我们先来五楼，听说有西施的海贼探险火包。他说这边是洗衣房，在这边等。探险火包糖果王国。刚看到一眼，觉得哇塞，哎呦，小公主哦，哎，枕头哦，哎，你这样不会痛吗？好，我无法解释。我看故事书的地方，这边，哎，跌倒小姐，然后这边就是沙发区，熊熊遇见你，趣味天地。好，哥哥一定会喜欢这里。好哦，厕所跟健身房，亲子厕所，很可爱。好，健身房应该就是需要卡的，感觉这一层原本是房间，然后被改造成游戏室。很干净耶，竟然还有泰式鲜奶茶，看起来非常干净，个人喜欢，满意，很好。酱料区看起来很好吃，来台南怎么可以不来这种地方吃呢？我真的很好吃，吃到赞耶！测试完很像猪血糕，火锅店真的很棒。来这参加婚礼，川原亲子农场，高尔夫球场的女儿出嫁。我这音乐很有特色，还蛮可爱的感觉。整个很大，看不完的感觉。我们坐在这边，这样推来，好妙。现切，大家都在疯狂的。这是对。哇，超大龙虾。对不对？爸爸加油哦！谢谢。啊，超甜，当调调哦，好，谢谢妈妈。心肝宝贝的手牵起来，放置在阿香的手中，这辈子永不放手。谢谢，感谢爸爸妈妈。
拥有今生的美好，陪你日出，陪你日落到老，新婚快乐！一次上很多菜。家人聊得就好，人想帮忙。该你们两个、欸，不要啦。为他的。地主吗？被抓到了吧？真的钻石级流水席呢、欸，没看过这种流水席啦。小朋友玩的都有呢。
边等 after party。Hello， 不愧是农场，好像到处都有很多动物。他先敲门哦，不用管他们啊。我们要进入神秘的地带，这些人不是能喝酒吗？怎么搞成这样？不是我台北下来都还没有睡觉，然后这群人竟然都在睡觉。我们就这样回饭店吃，累了。这是牙齿肉圆，你不喜欢吃肉圆，但是你今天觉得它的肉圆，五谷瓜仔肉饭、地瓜球、阿成酥皮、红豆饼，就喜欢这种不一样的。这是一个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。巴巴啦，巴巴啦，耶！看妻子的表情，妻子的表情。好啦，我们去婚礼玩回来了，要回家了。我蛮喜欢吃这种东西的，所以特别来买。我特爱吃这个。哇，我没有印象中有这一条，不知道是什么哎，好有特色的感觉哦。我没有看过这个九重阁上面还有黄色的。宇宙人说要去买那个杏仁茶，我也要去。这条是什么街啊？孔庙老街。我好像没有来过这里耶，好久没看到这个。画得好漂亮，好可爱的摊子。牛乳红茶、川贝杏仁茶。嗯，哇，好喜欢这种哦。这边大家都在吃黑轮。还有养鸟，在九重阁树下吃，好酷哦。2块一只。